小主播，你们好，我是露露丝，今天呢，我洗头了。你们一直在问的这个夹子呢，它也是 Stella Luna 夹子，这个是线下买鞋就会送，然后有三个颜色。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最喜欢什么，穿拖鞋。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穿的，这个颜色我觉得好不适合搭衣服，就是米色的那种。因为平时拍戏我就特别特别爱穿拖鞋，因为很方便，就是像这样的拖鞋你可以随便搭配你的袜子，就喜欢买那种什么有花的袜子呀，这样的话袜子也会露出来，就会更好看嘛。这个人也懒，所以就会买这种拖鞋，买很多。我今天呢刚好收到了 Stella Luna 的云上踏青礼盒，这礼盒好大，我觉得可以当礼物送人。想想这个就是清风雨露云上踏青礼盒，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拆开看看。是这样的，里面好，这样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个化妆包吗？这个化妆包好厚实，可以当枕头，还可以当那种腰垫。还有一个这个是我最想要得到的，这样已经有了。在里面还有一个江江绵绵拖，这个绵绵拖超级超级实用，它的外观呢就像绵软蓬松轻盈的云朵。它虽然叫绵绵拖，因为它有跟嘛，你看着它好像很重，其实它只有270克，非常非常的轻。它的鞋面跟内里都是绵软的羊皮，脚感真的是超级舒服，就是你穿这个鞋走一天你都不会觉得累，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轻，而且它很好搭配，它比这双米色的更好要搭配，因为它这种轻奢风，但是呢这双绵绵鞋它是很休闲型的，对你的袜子更没有局限了。它这个鞋型是一点一点做上来的这样的高度，所以就不会容易崴脚，也非常的舒服。那次拍广告的时候我就穿了一天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因为它很轻，前面也有一些增高的部分，所以它不会一下子平地起高楼，一下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辛苦那个脚，所以它整个的增高的也会显得你腿型很长，就会显得你脚脖子细。今天穿的运动装配这个拖鞋都完全 OK。 是不是还不错？这个礼盒里面的东西也非常的齐全，我觉得你们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去搞一个这个礼盒，这个礼盒是限量的，所以要赶紧去买哦。今天的推荐就到此结束啦，拜拜。